Panasonic 六原色电视在进化，最新升级给您最完整的娱乐享受。大家好，我是 Panasonic 讲师林辉，今天为大家介绍新年度六原色电视。Panasonic 六原色系列电视2022年推出升级款，外观可以看到相当薄，还有窄边框，让实际体积减少，但画面感放大了。这次角座设计有两种宽度选择，拆卸与装设都不需螺丝，简单的插入卡榫或向外拉出就可以拆装咯。Panasonic 的六原色电视不仅提供 4K 的高解析画质，这次的六原色更升级为真自然六原色，在色彩呈现上更加的真实，色彩鲜艳但不会过亮，长时间追剧眼睛就比较不容易疲劳。最厉害的是，这一次与好莱坞的电影调色师合作打造的 HD3 Pro 处理器，让影像运算速度较前一代提升6倍，让一般影像也能提升对比，细节更加清晰，画质看起来更好。另外，高亮度加上背光调校技术，让这次六原色电视的对比度比前一代更提升了 30%。Panasonic 六原色电视采用 IPS 面板，最大的优点是宽广的可视角，让你即使坐在客厅的侧边，看到的画面也同样明亮鲜艳，无色差。最棒的是 ，Panasonic 六原色电视支援所有 HDR 格式及杜比世界，不管你看何种形式的影片，都可以享受最完整的影像品质。还有许多影迷喜爱的制片人模式，透过 Panasonic 的智慧感应功能，可以自动调整影像，完整呈现导演视角的影像品质。影音串流功能方面，内建 Android TV 将你常用的影音平台应用程式集中在一起，手机投射也没问题，轻松就能收看喜爱的电影或节目。不管是看电影或是追剧， Panasonic 最新的六原色电视都可以给你最棒的画质享受，在这里推荐给大家。Thank you.